横沟要垂细一点，要长，齐，按要重一点，按下去，拨过来。竖画对于偏左偏一点，不要在正中间。四个点嘴向中间靠。口要写的形要小，一字排开向右上方微斜，斜上去的竖画要垂直，人字向中间靠了近一点，下面的横稍微长一点，所以横画稍微长短变化，上面的宽这个字形略高，口要小要紧凑。